汉语水平考试三级标准教程第十课阅读第三十一题。每个周末，我们一家人都去公园或远的地方走走玩玩。我们不坐公共汽车，也不坐出租车，我们骑自行车去。很多时候，骑车比开车、坐车方便得多，也快得多。最主要是因为骑车对身体好，对环境也好。问题：骑车 A 没有坐车方便， B 对环境很好， C 不健康。请回答下面的问题。一，每个周末，我们一家人去哪儿？每个周末，我们一家人都去公园或远的地方。问题二，我们怎么去？我们骑自行车去。问题三，我们为什么骑自行车去？我们骑自行车去，最主要是因为骑车对身体好，对环境也好。